要是女生爱吃的东西，里面肯定有猪蹄，这可是猪蹄最简单的做法了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黄豆焖猪蹄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猪蹄一定要焯下水，加入葱姜料酒去腥，加入大葱、姜片、干辣椒，还有提前泡好的黄豆，还有一包黄焖酱汁，其他的就不用加了。啤酒可以很好的让猪蹄变得更软烂入味。这么诱人的猪蹄，你不心动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